师为求无上法，翻山越岭取经西域行。八戒为减轻众生奔走道场，广邀法师在客厅大道场为众生破迷解悟。您的点滴护持，广结十方缘，广度十方众。您的发心护持，让正法永续。玄奘心，法界情，取经就在法界客厅大道场。话拨账号4195-6780，户名法界弘法通讯社。